我苹果在印度制造其实有蛮多良率不如预期的情况，所以我觉得苹果应该是想要规避风险，一方面在印度制造，一方面就是透过富士康现在回到中国，在他们已经熟悉运营很久的郑州产线重新制造，这样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容易许多，所以它可以比较中印之间哪一个良率比较好。其实有一种竞争效应，刚好现在的趋势就是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很高，对进入工厂工作比较不排斥，所以就苹果或富士康的立场来看，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素质比较高的人力资源。为了急需去挣钱的话，他不会考虑这么多，就因为年限他一般不会在厂里干多久，能挣多少还是算多少，现在中国能挣到钱就已经不错了，就是有一个工作就不错了，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，他不会在意说那个这个干多久，包括稳不稳定。